您也是租屋族吗？那这一则报道你一定要看仔细了，因为在租房子的时候呢，真的一不小心很容易会发生纠纷。这个时候有网友他就在网络上面发文说，自己的租约到期，水电瓦斯他也已经缴清了，可是呢房东竟然说因为阳台上面的植物枯萎了，需要他赔偿清运还有重新种植的费用，如果不赔钱的话呢，就要扣住押金，让他痛批，真的是假狼告告。绿油油植物令人心旷神怡，很多人也会在房屋内增添一点绿意，但有租屋族笑不出来。一名房客就po文，阳台上建商种的植物枯萎了，竟然也被要求赔偿。其实这种园艺设计呢，它都有一定的保存时间，如果是人造的话呢，它其实不要刻意破坏是可以放很久的，但是如果是活的话呢，只要一坏掉就需要重新更换，而费用从百元到万元不等。刘姓男房客好生气，不是没理由，毕竟水电瓦斯都缴清，却在交屋期被刁难，不仅被要求更换纱帘、百叶窗、维修书柜，最扯的就是建商的植物枯萎都要帮忙负担清运和重新种植费用，虽然是与房东一人一半，但这些内容合约都没加注，让他直呼金价系假狼告告。那如果他那么在意的话，细节都要讲出来，而且植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绿手指可以把植物养得很好，每个人的对植物的理解啊跟照顾方法都不同，我可能不会想付这一半的钱。更气的是如果不赔钱将屋内恢复原样，房东不但不退押金，还要将房客的车辆门禁磁卡统统没收。这个房东的一个做法，他其实很有可能会侵犯到入侵住居啦，亦或者是侵占啦，甚至于像是窃盗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刑事的一个罪名。不止房客气噗噗，网友也一片论战，认为房东就是想敲盘子，还说干脆拆掉重建加厨房设备都一并算进去好了，建议干脆法律解决。他是非常是不合理的，也因为他是不合理的，所以房东如果说以这个当作借口去扣住房客的押租金，那房客去向房东起诉说我请求返还押租金的话，那个在法律上面都是一个合理的主张。像这种诉讼程序可能快的话都必须要到半年。只能说租金高涨，租房子已经够难，现在连植物枯了也要赔钱，租屋族才是真的想哭。东森新闻吴博威、傅怡文台北报道。看盘不中断，赶快来按赞。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喽，快点扫 QR Code 加入，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。最及时的盘中资讯，最权威的投资分析，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，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。